你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美丽？难道虚无的死神也爱上了你，想让你做他的情妇？ 这里，就在这里，我要在这里安息，长眠在这里，我要把这不公平的命运全盘搅乱。 看最后一眼，最后一次拥抱，最终这个呼吸的美化，就让我们跟死神签订一个永恒的契约吧。 为了我最亲爱的，我要把它干掉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真情的魅力。 音响部门啊，你们不要再出问题了啊！好，那个音符导你过来。你去告诉那个舞台监督啊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开场前5分钟打第一遍的，好吧？好嘞。好，嗯。好，抓紧时间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妮妮，你来了呀？哎，妮妮，对了，你的演出邀请我们去看呀。我也去。 对啊，你的演出我特别想多要一张票，因为我的侄子啊特别想看你的演出呢。我也要，我也要自己张票。一定要给我，我也要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明天的时候叫志恒给你们送过来。好，真的好，谢谢你哦。那个龙喵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还陪老爷子下棋了呢，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，特别的亲切。对啊，你快去吧。对，我们走了啊。我们走了，记得拿票，记得拿票给我们哦。谢谢。 谁来了？好了，我们进屋吃水果。嗯，走了啊，妮妮啊。
不是要到北京去找刘颖明吗？哎呦，那就快去啊！别耽搁了，快去！啊！你别介意，我爸说完，一会儿就忘了。爸，我给你去削个苹果去。孟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燕儿。我今天晚上要彩排，走了吧。哎，明天拿出你最好的状态，好好演。你也要加油。空气它就是比咱这国内的好，是吧？不看不知道啊。累吗？不累。哎，老大，在哪儿啊？故居。来我们家吃饭。不了。你过来吃点东西啊。谢谢老大。我还是想一个人待会儿吧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尽人事，知天命吧。怎么才算是尽人事？其实。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出去都一个多月了，还能怎样？算了。你小子今天晚上别忘了过来看演出。车来了。